Hello， 大家好，我系廉啊，我哋又嚟玩 Citus 啦。咁咧，我啱啱上网睇先知啦，原来佢多咗一个 chapter， 就叫 prologue 嘅呢个 chapter zero 嘅叫做。咁好似之前咁试下先，蓝色、红色，唔系呢个绿、红、蓝，咁就冇 chapter 哥隐藏噶啦。咁应该就咁入去嘅啫。跟住而家入面可以见到我全部歌都系未玩过嘅，全部都零分嘅。咁咧就嚟试下啦。咁会唔会有隐藏歌嘅咧？唔知啦。咁我就全部正常玩一次先啦。如果有隐藏歌嘅话咧，大家就留言话翻俾我知，咁我下次再玩嘅。呢首 level 几噶？我冇睇到，好似 level 8系咪啊？咁咧，我就第一次玩94万分，我觉得几好啦。两个 good 一个 bad 喎、哦，咁几时 bad 咗嘅咧？我真系唔知道。我觉得如果我玩多一两次嘅话，应该可以100万分 million 到，系啦 ，level 8 hard 嘅，有啲可惜。如果第一次玩咗100万分，咁就好啦。咁試下下一首啦。第二首就叫 NS Johnny 嘅。喂，慢歌喎，死啦！我最憎嘅慢歌。
喂，好离谱啊！99,5,617分系咪啊？搞错啊？系咪净系 good 咗一下？哎 ，good 咗五下喎、啊。咁之后，哎，又系争啲100,000分。冇啦，下一首。我觉得呢首又系玩多两三次，应该100,000分到。Shout out 啊！呢个就 level 七嘅，好。唉，头先两首都争啲100,000，呢首 level 七会唔会100,000到呢？喂，咁呢首词都个节奏都唔慢。哎呀 ，miss 咗啦！冇咗啦，冇咗100,000分啦，已经。又断咗啦，点解嘅？好似两次断嘅位置都系一样，嗰一扎嗰扎嘢，唔知点解会断咗，可能系部机叻机，因为我玩玩下都发现，一阵时又删咗个乜嘢 click effect， 删紧啲特效先。因为始终 Nexus 7第一代的四核机呢，它 RAM 不是够的。我现在就等这个 Nexus 9啦，等它出了可能会买。咁暫時都幾順利啦，呢、這個第三定第四首歌，好似係第三首啦。咁 level 七嘅就93,000分。哎呀，就係 miss 咗嗰兩下，同一個 pattern miss 咗兩次。咁下一首啦，就叫 Lens Up 嘅，冇 LNS 點讀啊？咁就 level 六啦。咁我就试下将 click effect 删咗佢，睇下会唔会好啲啦。呢首 level 六希望100,000到啦，个速度都唔算慢。哎 ，good 咗一下啦，冇咗啦。又 good 咗一下，咁其实呢首歌嘅速度，我觉得都算中下啦，我觉得都算偏慢，我中意快歌都系。99,7,741，应该就是 good 了两下而已。
咁都系嗰句啦，点解呢个 chapter 全部歌都系咁噶？九十几万，玩多两三次应该一百万分嘅。继续。下一首叫 Blue Eyes 啊！哇 ，Level 九啊！呢个 chapter 我玩嘅第一首 Level 九歌，希望会刺激啦，快歌啦！又系唔系慢啦，不过个节奏唔快。有个预感就会突然间好难。哎呀 ，put 咗啊！不过头先好似已经断咗一种。啱啱嗰下唔应该跌噶，好难喎呢度。What the？ 点揿啊？佢交叉手阻住我噶喎。哇，86万啊！咁作为一首 Level 九，第一次玩86万，我觉得都还可以啦。哇，30个 miss， 中间嗰一扎系咁兜圈，完之后又要揿一下咧，我咧嗰度有啲难。下一首 Discord Level 七嘅，试下啦。点解呢个 chapter 啲歌全部都系呢个 speed 啊？冇啲快啲节奏嘅。突然间跟唔切添。得手选择啊！哎呀 ，back 咗啦！呢首好多失误啊！佢呢首就唔系快啦，系用啲比较奇特嘅方式嚟令到你断襟步。咁第一次玩92万分，我俾自己 pass 嘅。
咁就四个 miss 啦，一个 bad， 两个 good。再嚟下一首。Infernus 啊，呢首叫咁 level 八，听佢嘅节奏咧，我就觉得应该系一首快歌，真系啦，个节奏快过头先嗰啲歌嘅，希望会好玩啦。哇，咁一嚟就～冇啲慢嘅前奏，直接快噶咯喎，几爽喎！我觉得呢首歌，喂 ，retry 先，冇理由噶，啱啱点解会 miss 咗？我俾自己只手指遮住咗，遮住咗我嘅视线，睇唔到。咁呢首咧第一次玩，唔系呢个1.1次啦，就嗰度 retry 咗，咁就94万分，我觉得都唔错嘅，因为佢系主要系快啦，同埋佢又唔会好密，又唔会太多要即系半拍系咁狂揿嗰啲啦，又冇大量拉嗰啲咧，就比较容易玩嘅，净系纯粹考你反应同节奏。咁下手。Megara 系咪咁读啊 ？Megara 唔知啦，总之 level 八个旋律都几好听，但系感觉系速度系一般嘅，应该哇系慢歌啊，惨咯！哇，好慢啊！出咗啦！耶！好慢嘅歌，我系好震。
好多杯啊！踢咗先。太慢了，唔识跟啦。92万分还可以啦，好多啲位置慢得滞咧，我自己揿快得滞咧，咁就系咁啦。9个 miss， 3个 back。所以我们下一首叫 Violet Level 9，那就 iMedia 什么来的呢？那听它的节奏就应该是一首快歌，不会是慢歌啩，这个节奏是啦，快歌。哇哇哇哇，哎呀，不想拍到个 bad 仔，咁直接 retry 啦。一嚟就咁激嘅首歌，87万分，不过我觉得还好啦，因为佢太多呢啲系咁狂揿嗰啲咧，系我嘅弱项嚟嘅嗰度。第一次玩87万，22 miss 2 bad。好，再嚟下一首，系咪读 S Kara？ 大概系咁啦，得个爆炸头嘅奖。喂，等先，点解会我冇揿到咩？俾我 retry 一次。点解会 miss 咗噶？搞错啊！喂，点算啊？我又唔小心揿到个 bad 掣喎。诶，冇啦。
咁 sorry 要 retry 一次，要小心啲，唔好撳到下面粒 bad 仔。好似系嗰度转咗喎。level 几噶 ？level 七啊，冇 level 八喎，点解咁容易嘅？我觉得，咁虽然我 miss 咗几下啦，但我觉得整体上系比较容易，唔系 miss 几下，系 miss 一下一个 good 咋，94万分啦，你啱两下咋，冇咗50000几分，唉，下一首，咦又系 process 喎。咁好啦，呢、這个七塔布洛呢就玩完啦。咁如果大家知道有咩隐藏关卡嘅话呢，就留言话返俾我听啦，冇嘅话就算啦。今次影片就到呢度啦，如果鍾意我嘅影片嘅话呢，就可以 like 同 share 出去。如果仲未订阅我嘅话呢，大家就快啲订阅我啦，拜拜。